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之一、第52条、第53条、第6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周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2021年8月18日，随着法锤的落下，杭州航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某因犯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这是自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8欠薪入刑法律实施以来，浙江省又一名因恶意欠薪被判入狱服刑的企业负责人。挺后悔的，如果当初不采取这种逃匿的措施，也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牢狱吧。还是对于法律过于淡薄，就是有些东西没有想的那么严重，带有一些侥幸的心理，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重在行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刻不容缓。恶意欠薪入刑法律实施10周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彰显法律公平正义。敬请收看《一线根治欠薪在行动》。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辛勤劳动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建设着国家，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劳动报酬权益，一直是我国各级相关部门都在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兴群体，总量近3亿，他们是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劳有所得是广大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克强总理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作出安排部署，国务院也先后出台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做好保障工资支付工作，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对促进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2月，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8》，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并于当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恶意欠薪者实施刑事处罚，强化了刑法对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的保护。2016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提出了解决欠薪问题的目标任务，明确了治理措施。2019年底，国务院又颁布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根治欠薪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浙江省在册各类市场主体达837万多户，在建工程建设项目1.58万个，招用农民工约2300万人。欠薪治理面临着量大、面广、类杂、点散的地域特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问题一直是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的重点。欠薪问题呢，应该说是共同富裕里面的一个民生底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对欠薪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欠薪问题，这个是零容忍。欠薪入罪这个出来以后，对我们整个的欠薪治理工作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效果。2013年的时候，我们跟省高院
公安厅，我们四部门还这个共同出了一个就是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欠薪入罪的行刑衔接机制，做了有关欠薪入罪的办案指引，起到了非常大的震慑效果。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发放工资，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2017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无欠薪创建目标，以无欠薪县市区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各级政府负责、人社部门牵头、住建、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有力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19年12月17日，几名打工者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工资被拖欠问题。之后又有多人前来反映情况，现行单位为同一家公司，这个情况立刻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从2019年12月还是陆陆续续到1月初，就是接待了好多批次，那么累计有35个劳动者向我们反映这个单位欠薪的情况，涉及到好几个乡镇街道的，在富阳区范围内的多家这个室内装修项目，啊，就是共同指向一个就是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此时正值岁末年初，正是工人们拿着一年的辛苦所得返乡过年的前夕。在接到投诉后，富阳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立即着手展开调查，向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并联系到这家公司的老板周某，对工人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刚开始是配合的，就是说只是说表达自己，就是说公司亏损啊，没有能力支付啊，他也明确表示他会去跟工人协商去处理。经过取证核实，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拖欠35名工人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工资款43万多元，已达立案标准。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随即向该公司发出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支付决定书，然而公司负责人周某以效益不好、账上没钱为由，未能及时支付工人被拖欠的工资。2020年1月17日，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再次向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前支付富阳范围内所有装修项目所涉劳动者的剩余未结工资。然而40多天过去了，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就连公司负责人周某的电话也打不通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萦绕在办案人员心头。2020年3月4日，携带着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办案人员来到了杭州黄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要求该公司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剩余未结的43万多元工资，并加付50%的赔偿金，总计65万多元。然而当一行人来到该公司所在地时，却发现大门紧锁，已是人去楼空。我们最终是通过张贴送达的这个方式，就是送达了这个法律文书啊，然后也同时也向这个周某的手机发送短信提示他，我们有这些文书向他送达了，让他主动这个履行这个工资支付的义务。周某不告而别的行为使得他拖欠工人劳动报酬一案的性质再次升级，已经涉嫌恶意欠薪，触犯了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明文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周某拖欠35名工人工资43万多元，数额巨大，且以逃匿方式拒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无疑符合刑法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规定的犯罪情节。根据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
和杭州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移送和查处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9月25日将杭州航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案移送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拖欠工资呢，主要还是评判他有没有主观的恶意性。一般来说呢，有些公司能主动配合调查处理，那么我们不会刻意的去移送公安。像有些单位呢拒不配合，加上呢数额巨大，逃匿或者隐匿这个财产等等方式，或者说是我有能力支付，我本身账户里有钱，但是我就是不配合你，我就是不认可你这个处理，我就是不愿意支付工资，那么这么几种形式下面啊，我们会去移送公安的来惩处他。目的呢主要就是惩戒恶意欠薪这种行为，促使这个用人单位啊，或者说这个支付工资的这个责任人能够主动的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工资支付掉，因为其实这个是最终目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你文书下达了再多，停留在纸面上，对他来说权益还是得不到维护的。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呢，通过公安的这种就是国家机器的这种强制的力量啊，能够至少是逃匿的能够把这个人找回来。到底为什么要逃匿，对不对啦？你这种逃匿的行为，那你要进行打击的。一念之差欠薪逃匿，自食恶果，法不容情。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根治欠薪在行动一线正在播出。2020年9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在受理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移送过来的案件后，经过核查，认为符合立案标准，正式对该案件立案展开侦查。此时，距杭州航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最初停业已过去了近一年时间，公司办公地点早已是人去楼空，里面的办公设备也被人搬走，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公司负责人周某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我们通过原来他使用的电话联系他，联系不到。通过公安网，查询了他以前用过的这号码啊，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都联系了，包括联系他的亲属，问他的下落，都联系不到。由于通过手机、微信等通讯方式都联系不上周某，考虑到周某为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情急之下他会不会是回到了老家呢？办案民警与周某户籍所在地的黑龙江省海伦市公安局海北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在当地也没有发现周某的踪迹。办案民警一方面加紧寻找周某的下落，一方面对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再次进行了梳理，为下一步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做好充分的准备。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核实，警方基本查清了周某拖欠工人工资的具体情况。尽管有几名参与举报的工人始终联系不上，但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已足以证明周某欠薪逃匿的涉案事实。2021年大年30日下午，黑龙江省海伦市警方传来好消息，当地海北派出所民警考虑到周某很可能会回家过年，于是上门查看，果然在这里见到了逃匿近一年的周某。由于疫情原因，周某需在隔离后方可执行拘留，为了最大限度追回损失，两地民警通力合作，共同做周某家人的工作。最终周某家人筹集了10万元现金，交由公安机关暂扣，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周某也被变更为取保候审，之后自行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接受传讯。2021年5月，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将案件移交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经检方调查，尚有多名工人因各种原因未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投诉。最终检方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共拖欠41名工人工资，合计50余万元。2021年7月16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周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个罪名的话，它主要是有这个三个认定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呢，你是要有这个人数和金额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案子是无论从人数上来讲也好，金额也上来讲也好，它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第二呢，它这个罪名的成立条件的话，有一个前置程序，叫做经政府部门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的一个情况。那么周某呢，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区的劳动部门呢是有向他下发相关的一个限期整改的一个文书，但是呢，他在收到以后呢，还是没有去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另外呢，就是说他在为了逃避这个支付义务呢，通过更换号码离开阜阳这样的方式呢进行了逃匿。到我们这个阶段的话，他只是筹措了10万块钱，就是远远不够支付全部的一个拖欠工资。所以呢，综合他的一个全部的情节，那么都是符合罪名的构成情况。2021年8月18日，杭州市阜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周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罪名成立，判处杭州航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这个罪名，目前为止判决的案例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于这个企业主老板来说，这个他们的明知程度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在他们收到这个限期支付的这个决定书之日开始啊，他们应当是明知的这个情况，对于怎么样一个期限，他们的这个法定的义务有哪些，应当是明知的。并且在他们擅自变更联系方式不予报备的这个情节下面，我们认为他的这个主观恶行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会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作为案件被告人的周某，在明知可能会触犯法律、后果严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采取逃匿方式来拒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最终也必然是自食其果。多措并举解决欠薪农民工生活困难，源头治理，破解劳动者工资拖欠顽疾，根治欠薪在行动，一线正在播出。文岭市地处浙江省台州市南部，三面临海，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被誉为东方好望角。这里民营经济发达，曾诞生了我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全市拥有14.6万家市场主体，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近1200家，2020年实现生产总值近1137亿元。我们以全国1/1000的土地养育了1/1000的人口，创造了800分之1的经济总量。我们有四大支柱产业第一个呢是泵渝电机第二个呢是汽摩配件汽车摩托车配件，第三个呢是机床工具，第四一个是鞋帽服饰整个呢制造业的基础是比较雄厚的。经济的发达带来了人口的大量涌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岭市140多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就有近42万。众多的市场主体，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导致了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2017年3月14日，多名工人来到浙江省文岭市大溪镇政府，向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反映，他们的老板温岭市凯贝斯童鞋制造厂负责人冷某不见了，而厂里几十名工人近半年的工资都还没有结算。他跑的时候挺突然的，我们当时还都没反应过来，然后隔了一天发现老板没有，我们那会儿才知道，这时候就各种要账的不都上门了吗？据工人们讲，冷某平时与工人们的关系还不错，厂里每月只发基本工资，剩余的绩效部分会在年底一并结算。但从半年前开始，厂里的资金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会出现拖欠货款的现象，部分员工离职也无法及时拿到全部工资。但由于大家平时对冷某还比较信任，再加上基本工资也一直在正常发放，所以情绪都还比较稳定，认为厂子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冷某的突然消失让工人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当时我们还都相信他，结果他这压根就人就走了，小孩也转学了，都慌了。当时大家都吵得挺厉害的，欠这么多钱怎么办，
一年白干了不说，那家里怎么过呀？因为毕竟来这边上班或干嘛的都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收入，对吧？那你这样子一下子就垮了呀。当时真的是有点走投无路了。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大西镇劳动保障部门的高度重视。时任大西镇劳动保障所所长的谢国仁立即设法与冷某联系，但不出所料，冷某的电话根本打不通。根据我们多年经验，我们怀疑这是一次我们的欠薪逃匿事件。那我们就大西镇立刻启动我们欠薪应急处置议案，将这个信息先汇总起来，上报到我们的市里和镇里的领导。经过调查核实，冷某共拖欠66名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91万多元。他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之规定。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17年3月16日，浙江省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凯贝斯铜鞋制造厂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限该公司于3日内支付工人全部被拖欠工资。由于冷某逃匿，无法在限期内支付工人全部被拖欠工资，已经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定。5天后的2017年3月21日，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将该案移送温岭市公安局立案侦办。欠薪这个案件，它涉及到一个群体，这个工资的背后是一个家庭或者多个家庭，这个就是会产生社会性问题，甚至会产生治安刑事案件或者恶性的案事件。那这个我们公安机关是高度重视，平时跟劳保部门在协作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把这一类线索作为我们重大的敏感案事件线索来对待。主体责任那个业主如果没有营业逃离的，那还是以劳动保障部门处置为主，那我们在我们职责范围里面协助，全力的协助他们，就是确保他们在这个事件处置过程中那个平稳有序，合法合理。如果出现主体责任已经逃离隐约了，就是性质变了，那我们就要立案侦查进行追捕。然而冷某的逃匿蓄谋已久，他更换了通讯方式，与所有关系人也都断绝了联系，警方一时无法查找到他的下落。2017年3月末，温岭警方将冷某上网通缉，冷某的下落一时成谜。而此时66名工人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够早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如何在找不到当事人的情况下尽快解决工人们生活的燃眉之急，成了摆在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了解实际上有一部分员工啊，他们是那个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可能那个钱都用光了，如果政府不介入，不帮忙他们解决，那么简单说，他们如果真的没饭吃，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性的问题。与此同时，供货商在得知冷某逃匿的消息后，也纷纷赶来索要之前垫付的原料款。由于凯贝斯铜鞋厂的经营困难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司账户余额几近为零。为了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一方面安抚大家的情绪，一方面通过法院封存了厂里的剩余设备，防止发生哄抢事件。它是那个租在我们大西镇13街一个工业区的厂房生产的，所以说它这个厂呢不是它自有的厂房，固定资产比较少，工厂里面还有2条流水线和一系列的那个设备和半成品。那我们就是让员工把整个厂里的他的财产全部清点了一下，通过中介估价有多少钱，考虑处置，就是将这笔财产我们如何变现出来，用于支付他们工资。为了确保凯贝斯铜鞋厂剩余财产处置的合法合理、平稳有序，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还向当地法院的法官进行了咨询，请求他们给予支持。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启动拖欠农民工工资处置的绿色通道这样的一个程序。在劳动者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在财产保全上我们是优先受理，然后是马上及时现场处置。
因为像这种的企业在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同时，可能会存在拖欠这个上游企业一些货款或者这个加工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权利跟其他交易对方之间的这个一个债权的这样一个分配的顺位的考虑问题。那我们呢会依法按照法律规定对劳动报酬进行的优先的进行一个分配，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民工他的工资劳动报酬能够及时的拿到，而且这条机制能够保证呢我们的处置财产更加有效。在大西镇劳动保障所的主持下，在法庭工作人员的参与和指导下，凯贝斯铜鞋厂66名被拖欠工资员工推选出了5名代表，成立了财产处置小组，负责工厂剩余资产的拍卖处置事宜。因为拍卖的话价高者得嘛，这样子就能最大的保障我们的利益，因为钱多了我们分到的工资也就多一点嘛。当时就通知出去限定什么时间，当时拍卖我们所有人都在的，来的老板应该有4-5位吧，总价的预估是多少，每个老板写了以后拿到那个办公室，当时镇领导然后那些监督的那小组的代表其他人都在当场开票，哪个老板价格最高就这样子定下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挺公正公平的。通过这种公开拍卖的方式，工人们共获得拍卖款21.1万元。同时大西镇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又根据村规民约与冷某所租赁厂房的房东进行协商，房东退回未到期房租20万元，共计41.1万元。41.1万元呢全部用于支付工资的话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当时也是跟全体的员工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相当于说我们先前期将现在能够筹集到的所有资金按你们的工资比例进行一个发放，那么后续的话也要等我们相关的立案材料移交，等老板抓捕归案之后呢，我们再对一个工资进行一个再核实，然后再进行处置。那么当时全体的员工也都是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后续也是按这个方案去执行的。拖欠工资当时感觉整个天都塌了白干了这么久，拿到钱以后就感觉本来不抱希望的事情最后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追讨回我们的工资，就是感觉自己以后就说起码我的工资保障我自己心里会有底，我有解决不了的政府可以帮我吗？因为毕竟经历过这样子，从就是说完全是一片黑暗就没有指望的事情给我们希望，最后能圆满解决真的是很感谢。工人们被拖欠的工资虽然得到了部分解决，可是整个欠薪事件的始作俑者凯贝斯铜鞋制造厂老板冷某却还依然逍遥法外，温岭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2021年初，冷某的踪迹在福建省晋江市出现。得知消息后，温岭警方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经过连续几日的缜密侦查，最终确定了冷某的落脚点。2021年1月28日，冷某在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一处电商公寓内被当地警方抓获。2021年5月17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被告人冷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并责令被告人冷某支付被害人剩余工资。在严打欠薪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2种手段，一个呢是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案件做到立案一起，移送一起，侦破一次。第二个呢是强化了联合惩戒，依托欠薪黑名单、定期曝光等制度，与市场监管、审计、税务等部门实施了联合惩戒，使失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从建章立制入手，重拳出击，极大的有效的震慑了欠薪行为。近年来，浙江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根治欠薪工作的重要指示，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欠薪管理的制度体系，积极推进欠薪治理数字化改革，实施浙江安心工程，
逐步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根治欠薪格局。为了从源头上根治欠薪现象的发生，2018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启动数字化转型，构建了欠薪联合预警平台安心在线，汇集了工商、税务、水电、法院等14个部门的451项数据，近1.5亿条，通过大数据分析监测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用工规范性，对每个地区的风险指数及时做出预警。这个就是我们安身指数的具体指标的构成，从6个方面去折合分数啊，比如说从欠薪线索、突发事件、工程类的风险，然后企业的风险、纠纷治理，好，欠薪预警指数，那么折合成每个地区，包括我们台州地区哪一项的扣分都有具体联系，那么可以促使我们哪些方面称欠缺啊，可以在有针对性的实施我们的监察工作。比如说企业的经营情况，从水电税费经营异常的数据，如果发现问题提前介入，我们在过程当中对它列入重点监控，防止企业倒下，员工呢钱拿不到。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从这个前端预警到中间的这个过程监管到事后的这个一体化处置，就是各部门的协同处置，那么到最后的信用惩戒，然后这个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源头治理，整个形成一个5个结构的一个大闭环。决战无欠薪，撑好安心伞，让劳动者安心又安心。自2017年浙江无欠薪行动开始以来，浙江省已基本实现了无欠薪县市区在省域范围的全覆盖，并连续4年在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中获得第一名。浙江省整治欠薪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全国根治欠薪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决策部署下，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实行首问负责制，打通维权最先一公里，优化建设领域工资支付流程，通过专用账户实施工资和工程款分账管理，直接给实名制农民工发放工资，进行全链条制度监管，减少支付环节，通过集中接访、领导包案、挂牌督办、提级办理等超常规举措，专项治理欠薪突出问题，加强执法联动、狠抓案件查办，强化衔接配合，加大移送力度，有效震慑了恶意欠薪行为。2021年，全国共查处欠薪案件5.4万件。为72万名劳动者解决欠薪65.8亿元，使得欠薪高发多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欠薪案件数、涉及人数和欠薪金额逐年下降，极大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原则，突出工程建设领域，聚焦政府国企项目，千方百计解决欠薪问题。一是加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普法宣传，提高用人单位守法自觉和劳动者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始终不懈抓好根治欠薪源头治理，实施制度全覆盖行动，推动措施落实落地。三是强化实行联合惩戒，全面落实明年1月1号即将实行的实行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做到应列尽列，该惩必惩。四是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案件移送、侦办、审理和执行，严惩恶意欠薪，查处一批，震慑一片，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用租用好查房产、查车辆、查账户等手段，集中化解欠薪执行难问题，切实打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最后一公里，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老有所得，安居乐业。